现在还是要郑重的宣布，我要跟馆长打一场拳赛，因为啊，八炯忍很久了，我也替他打抱不平，今天我就是要跟你开战了，接不接？为什么我会想要开战？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说八炯他是编剧家，我们拿着生命风险去拍出来的纪录片，却被你这样子说，这就是缘故。还有你变了。